酱做的羊肉馅饺子，肉嫩多汁，咬一口满口留香，全家人都爱吃。首先准备一块三肥七瘦的羊肉，给它切成大块，放入料理机，大葱大姜，一块搅成这种细点的肉馅。锅内放一碗水，来点大葱大姜，少来点花椒，烧开关火，放凉打出料渣，肉馅里加入盐、鸡精、十三香，来勺酱油，少量多次加入料水，这样才是调肉馅肉嫩多汁的关键。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要想更有效的锁住水分，打入一个鸡蛋，加入适量的蚝油，朝一个方向再次搅拌上劲。这时候咱们加一个料油，放入大葱大姜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，小火炸香，捞出底料，这样熬到料油，不管你是炒菜拌菜都是非常的香。然后咱们给它来一勺，再次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放上冰箱保鲜两个小时包，效果更好。开包之前放点葱花，搅拌均匀，提前和好的面擀劲压皮，包成饺子，水开放入饺子，开锅点凉水反复三次煮熟，捞出装盘，热腾腾的羊肉馅饺子，肉嫩多汁，喜欢的双击保留，感谢大家支持。